那我们今天这个操作班里同样是一个线性结构的操作班里，我们主要呢在这个班里面需要做的确认是说，在这个班里面我们会有三种不同的载重组合，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bearing 的这个轴承的载重组合，另外是我们的 remote 远端的载荷，另外一个在我们最下面会输入一个 torque 旋转力的部分。那将我们的程式打开，首先我同样列一个新档，接着导入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 K 的查询档案。就这个图档比较大，需要花一点时间。好，那汇入进来之后，首先第一步，我会先试加我们的边界条件，我选择拘束，将我们中间的这个内圆的8个面选择起来，选择完之后，我将我这个边界名称改一下，之后选择拼接，确定。接着我们就要给它不同的载重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上方我们给它一个轴承的荷载，一个 bearing 的载重。同样，我先选择里面内径的圆的2个曲面。那我给它输入一个这个y 方向2000牛顿的力量。同样，我将这个名称做一个复式的变更，好，按确定。接着中间的圆孔，我们把它给定一个远端的负载。它这个方法的部分，我们把它切换页前，切到这个导入载荷点。同样选择中间的内圆。那力量的，我们就同样是给它一个 Y 方向，1500牛顿，将这个名称做一个复制贴上之后，按确定。接着下方比较大的这个圆孔，我们要给它一个这个 Top，我选择扭矩，一样选择中间这2个面之后，我给它一个500。更密的距，那这里有个旋转轴的部分，各位可以选择中间这个面，它会直接帮你标示您这个标示夹的切线、法线，还有它旋转的方向。你跟我做一个修正，就是贴上之后按确定。那这三个不同的旋转的这个载重，我们都是加完，切换页前置分析结果。选择一般，新增一个这个分析类型，标题就给它一个那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切网格，或者是说我们不切网格，直接让程式切网格。在网格部分，我们可以透过自动网格的地方，可以自动选择它的这个网格的大小等等。我这边今天不选，我就直接用一个贴床的网格，选择我们的模型，最后按确定。
在我的分析结果这里做一个这个线性的结构设计。分析完之后，我就透过那个左手边的塑造渠道，我们可以查看它的位移跟它应力分布的集中的部位。另外，我们可以透过上方这边有一个查询节点或元素的结果，打开之后，我们选择最大值跟最小值，了解它这个变形比较大的地方，或者是应力比较集中的这个大小位置等等，它直接帮您标示在您的模型上面。那这个翻译我们就操作到这边。